上班吧。你好 ，boss。你好，你好 ，boss。你好。那个、怎么样？很好，生意现在怎么样了？对啊，你看你经常来的还。你今年肯定生意很好的哦。那有你在的，那有你在的话，那我必须生意很好的啊。Amadou comes from Guinea, having been in Yiwu for 14 years, he is well versed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of polite pleasantries. This time, he comes to purchase Silk Road products.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做一点生意了，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中国是最适合的地方，然后我就去中国学习两三年的中文，然后开始做生意，因为我来的就是目的是为了做生意嘛。In the early stages of starting a business, Amadou founded Yiwu, a veritable treasure trove. Whatever you want, you could find it here.He ha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s products. After 14 years of development, Amadou's foreign trade company has grown bigger and his business has expanded wider. 我的工资是还不错，我一年的生意肯定不少。因为我其他城市也有客户出货，我可以经常出差去青岛啊、天津港啊一些地方也出货。然后我来的时候可能很像我家，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四个小孩子都在这里出生了，我现在去哪里都我很像义乌来。我出差的时候也。一两天的事情，我真的很想回到义乌，因为义乌很方便了、吃的也方便，环境也很喜欢，然后义乌好像是我一个第二个家一样。他来到我这里，一直都像回自己公司一样的，想要什么过来说就好了。基本上有些时候甚至都是发个微信，然后一个图片多少就好了。那么多年合作下来的话呢，我们都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好，然后他也给我们。就是把我们中国的品牌，把我们的品牌带到非洲市场去，也得到了市场的好评。